前，几乎都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定会流鼻涕，然后每天，然后每晚就一直弄到我不舒服，我就是一直要放一包 tissue， 然后动不动就起来弄掉那个鼻涕。早上的时候怎样？早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一起来我就是鼻涕，就是鼻子里面一直有很多鼻涕，就是一定要弄掉。但自从我用好这个手表过后，我晚上就很少很少在流鼻涕，早上也是一样。扫地嘞？之前讲扫地的时候。上次我扫地的时候，我才一扫，我的鼻涕就来了。可能是因为那个灰尘的关系，弄到我鼻子边都非常敏感。然后我就一边弄掉鼻涕，然后又扫。很好。然后现在用了过后几个月后，现在我用了 M laser 用了几个月后，我扫地再也不流鼻涕了。所以家里的地全部都是你扫了，现在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啊？青春痘，他的皮肤好很多。之前很多痘痘的，很敏感的皮肤哦，那个是我照片，我可以 provide 给你们的好，谢谢，非常好，谢谢你，三林，谢谢。所以呢，这个 M laser 不只是给年纪大的人，年轻人都是有很大的帮助，尤其是那些念书的压力啊很大，给他用的话。